Hello， 大家晚上好啊！咁啊，今日年初一就先讲声恭喜发财啊！龙马精神啊，就步步高升啊！啊，睇下我而家系咪个镜头系咪高人一等啊？系啊，我爬咗张梯，自己带张梯嚟啊！今日做咩事啊？嗱，呢一度咧就系尖沙咀嘅弥敦道啊，对面咧就 I Square 啦，就系以前嘅九龙酒店啦。啊，唔系，系咪叫九龙酒店？我都唔记得咗啦。啊，跟住再前面就是華園大廈啦。咁今日咧就年大年初一啦，就係呢個係啊恩航呈獻啊，嚇呢個年初一就花車巡遊。咁咧往年咧我就差唔多隔年咧或者年年我都會嚟影相嘅。咁啊今年嚇，即係而家已經係進入即係攝影嘅世界，已經進入呢個動態影像嘅年代啦。咁所以咧，我就拍片啦，咁啊拍 4K， 咁啊而家開始咧就係做個practice 嘅，即係做個練習嘅巡遊練習啊，就未正式咧就巡遊，咁啊今晚八點鐘之後咧先會開始嘅。啊，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啊，呢個係流空藝術及乜嘢啊？花式足球啊，嗱。唔講唔知喎，我哋其實咧，我哋香港嘅花式足球咧，其實喺世界咧係有名次嘅喎。咁平時咧，如果大家喺尖沙咀啊、旺角啊，睇到嗰個花式足球表演咧，有幾個咧哥哥咧，其實佢係喺世界嗰個花式足球咧係有名次嘅。曾經我記得好似係攞過世界亞軍啊，好似係冠軍添啊，世界賽嘅冠軍啊。咁啊，所以千祈咧就唔好睇小香港喎。嗱，咁啊呢度咧我就特登咧。就企喺重慶大廈對出啊，咁啊，因為呢個位咧就比較上咧就係個燈光會比較好啲。嗱，咁佢哋而家咧就只不過做練習啊，所以咧就好隨便嘅。嗱，咁啊，大家見到咧啊，呢個周圍咧好人頭湧湧啊！咁啊，呢度咧，即係嚟睇呢度咧，除咗香港市民之外咧，仲有好多嘅外國嘅遊客啦，啊，有內地嘅遊客啦，啊，咁啊，以前咧我就淨係影呢個硬照嘅啫，啊，今日咧我就拍片啊，同大家分享啊，我突然間頓咗頓，係因為我左手揸機錄影，右手咧就拍硬照啊，咁啊，呢個係我。即係慣常用嘅伎倆嚟嘅，啊，咁啊嗱，呢個妹妹啊，有爸爸真係好啦，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啊，怕醜啊妹妹，啊，有個金魚眼大叔望住，啊，咁啊大家可以睇下，係啊。咁啊，睇下前面嗰個係乜嘢先？耶！星球大戰咯！啊，呢個係 Rebel Legend and 501 Legend 啊，即係佢嗰個星戰入邊咧。就一個反抗軍咧，第501嘅部隊啊！咁如果大家咧係星戰迷嘅話咧，咁啊應該咧就好熟悉啦，啊！咁啊呢個咧就往年咧呢個花車巡遊咧都有係都有即係有表演嘅，佢都係有參與嘅。啊，呢個大家記唔記得啊？莉亞公主啊！啊，跟住曼諾特人啊！咁啊，唔好意思啊，我停咗係因為咧，我影緊硬照啊。
Hello， 嗌佢都嗌佢都唔係，都唔走過嚟啊！嗱，咁啊，各種嘅暴風士兵啊！因為今晚咧，我就係會影硬照嘅，所以今晚咧我就唔會出聲噶啦。咁啊，大家睇下個畫面啦。啊，呢個黑武士啊！咁啊，呢隊咧星戰嘅即係巡遊隊伍咧，就係年年都參加嘅。咁我幾年嚟到咧，我都係見到有佢啊。咁啊，今年咧有比較特別啦。咁啊，其中咧就有一個日本女子高校啊，我唔記得咗嗰個全名叫咩啦。咁咧佢嗰個跳舞啊，佢嗰個舞蹈團咧就非常之出名啊。咁啊，亦都攞咗咧美國啊 Got Talent。啊！呢個係 America Got Talent 啊！呢個係好似係冠軍啊！咁啊，所以咧，今年咧佢就近年咧就非常之即係 hit 啊！咁啊，今年咧佢亦都有係嚟參加呢個匯演嘅。咁啊，等陣間睇下，大家可以睇下睇唔睇到啦。咁啊！呢先頭就反抗軍嗰個部隊啦，同埋呢個係呢個絕地戰武士啊嘅部隊啊。咁呢度咧就係呢個係暴風士兵嘅部隊啊。咁後邊黑色嘅制服嘅咧就係星形戰機啊嘅機師啊。咁啊，本身咧我就唔係星戰迷嚟嘅，不過就略懂啊。咁啊，如果有我嘅觀眾咧有星戰迷嘅話咧，我講錯嘢千祈唔好介意啊！嗱，咁啊，呢個隊伍咧，其實佢嗰個裝扮啊，都非常之係專業啊，我覺得，直頭係拍電影嘅道具啊！咁啊，呢度龍尾啦，咁啊睇下北京道對面啦，都非常之多人啦。啊，咁我身後就係重慶大廈啦。咁咧我先換一換鏡頭先，因為咧我覺得太歪啊，咁啊睇得悶一啲，我換一支長焦少少嘅鏡頭啊，咁啊等陣間見啊。好啦，咁啊而家呢個咧就係香港特區鼓樂團啊，同埋步操樂團協會啊，咁啊叫做係赤龍鼓號樂團啊。嗱，咁啊而家我就換咗支長焦啊，咁啊可能會好少少。其實都唔算長招，係標準招啊！
好，咁啊又過咗一個啦，因為而家佢係一個係練習啊嗰個時間啊，咁所以咧佢就唔係咁緊密嘅。咁啊而家都仲未到係八點啊，而家都係七點到嘅啫。咁啊八點先正式開始，咁我熄一熄機先。個等間有新嘅隊伍加入咧，我再同大家分享啊。好啦，嗱咁啊前邊咧，而家嚟緊嗰個咧就係少數族裔嘅天團啊。咁啊而家香港成日都話要即係族裔共融啦，咁所以咧啊咁啊亦都有少數族裔嘅參加啦。咁啊，其實香港咧，大家如果可以即係有對香港有少少認識啊，咁其實巴基斯坦裔同埋印度裔咧，都可算係香港嘅第二大嘅族群啊。咁啊，如果包括埋尼泊爾啊啊呢類咧，咁啊統稱係南亞啦。啊，南亞裔嘅居民啊，咁啊都唔少數，為數不少嘅，數以萬計啊。咁啊，佢揸住嗰位哥哥揸住嗰個係菲律賓啊，菲律賓國旗啊。好，跟住然之後嗱，後邊咧就等住啦。咁啊，開始咧個密度咧，即係嗰個編排嘅密度咧，就會比較係高少少啊。咁啊，應該係我睇下先。哦，而家七點鐘啊，搭正。咁啊，仲有大概一個鐘頭到咧，就正式開始啊。其實我今晚最期待嘅咧，就係日本嗰個女子高校舞蹈團啊。咁啊，因為真係佢實在太過盞鬼啊！咁同埋咧，佢跳嗰隻舞咧，係以前啊80年代陳慧嫻啊嗰首歌啊，叫做《跳舞街》啊。咁啊，日本版。咁佢哋跳舞嘅時候咧，就攞呢首歌做背景音樂嘅。咁啊，人啊越嚟越多啊！咁啊，企到周圍都係啊！咁啊，有自己市民嘅啊。自拍器材啦，亦都有電視台啦，嗱遠景有電視台啊，咁啊前面嗰、那個哇好犀利啊，應該有直播啊，啊咁啊用手機啊，兩個手機一齊，一正一反。好嗱，咁啊，先停一停先啊，等啲經過啲巡遊隊伍經過，我哋再開機啊。好啦，嗱，大家咁咧，而家咧就係呢個係香港少年步操管樂團啦，亦都係香港新春呢個花車巡遊嘅常駐隊伍之一啦。咁啊，年年都會有參加嘅。
嗱，跟住落嚟咧就係呢個卓藝舞蹈學院啊。咁呢個亦都係香港呢個大年初一咧花車新春巡遊咧係其中一支常駐隊伍啊。咁啊，大家可以見到咧旁邊嘅行人道啊，越接近八點咧就越多人啊。好啦，嗱，跟住落嚟咧，呢個就係香港青年色風樂團啊！嗱，再加埋呢個係舞蹈團啊！好啦，嗱，跟住落嚟呢個咧就係香港兒童啊芭蕾舞音樂學院啊。咁咧每年咧呢啲嘅呢個巡遊咧都有好多呢啲小朋友嘅團體啊。亦都有香港好出名嗰個叫做係黃仁曼啊，芭蕾舞學院啊，應該等緊都會出現啊。
咁啊，好，咁啊，轮到下一个先啦。但而家咧都仲未到正式表演啊，都係呢個係 practice 嘅時間啊，啊做呢個練習巡遊嘅時間。啊呢、這個女萬六百人喎、咁啊，而家差唔多八點啦。咁啊，應該行完呢轉咧，就正式開始啊。咁啊，而家咧連兩邊啊，係俾行人過路嘅地方咧，都塞滿曬人啦。啊，咁啊，對面嘅北京道啦，啊，都非常之多人啊。
sorry。呢个是卡帕中东肚皮学肚皮舞学院啊，咁啊越嚟越接近八点啦，咁啊正式嘅花车巡游就开始噶啦。真的好多人啊！大家看到來回都是他們啊，因為咧呢個是這個正式的花車巡遊之前咧，就是一個即係練習的項目嚟嘅。咁啊，到達正八點咧，就是在文化中心那邊的看台咧，就會正式咧個花車巡遊就開始噶啦。咁啊，嚟到我呢度咧，呢個重慶大廈咧，應該都差不多是八點十五分到啦，啊！咁啊！而家我就熄一熄機先啦。哇！真係好鬼多人啊！嗱，而家周圍都咁多人啊！如果唔係我晨咁早咧，擔張梯走嚟企定咧，真係冇咁好嘅位置拍啲片俾大家欣賞啊！唉，而家到到八點四個字啦，嗰啲花車都仲未到啊！咁啊，呢啲而家呢個都係預演嘅啫。
唉，又話八點鐘開始，終於而家咧就係、是、晚上時間啦，即係晚上時間呢、這個，哎，幾點啊？八點五十二分啊！唉，而家先至開始啊，嚟到我哋呢度啊，出到嚟彌敦道啊，咁啊啲民眾又有少少鼓噪啊，冇辦法啦，先表演咗喺啊嗰啲嘉賓睇咗之後先至出嚟啊嘛，咁啊第一架車咧就應該係國泰啊，因為每年嘅花車巡遊咧就係、是、國泰航空公司咧就是、冠名贊助嘅，咁啊。開始見到花車，現場觀眾又有少少啊，即係沸騰啊個心。咁啊，我就唔多講嘢啦。咁啊，啲觀眾們咧就慢慢欣賞啊。前面好多鏡頭擋住曬，想影都影唔到啊！
哇！大家睇下嗰啲手機震啊！我想影相啊，啲俾啲手機擋住曬。嘿，我已經係擔咗堂梯噶啦，真係冇辦法。咁啊，第一個咧就係國泰航空公司啦。咁啊，而家等緊第二架花車到啊。嗱，咁因為咧，我而家換咗支係長鏡啦，長焦鏡啦。所以咧就即係冇睇得咁廣啊，所以先留嗰啲鏡頭咧啊，咁啊有少少，因為我掛住影相咧，就有少少唔好睇，咁啊大家唔好介意啊。因為我而家咧係左手揸機拍片啊，右手揸機咧就係、是、啊右手揸機咧就係、是、拍硬照啊。咁啊一人。做嘢就係咁啦，咁啊，亦都因為周圍太多人啦，我又開唔到腳架嘅。開腳架嘅話就肯定俾人哋嚇，即係拱跌啊！唉，好啦，咁啊，下一個 shot 啊！好啦，嗱，咁啊，而家第二架花車過嚟啊，咁啊，睇下係咩花車咧，咩團體咧？啊、我真係睇唔清楚喎、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乜乜，唉，個字咁鬼細、啊。睇到啦，呢個係香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啊，可能字太多啊，所以個牌睇得唔係咁清楚。啊，咁啊，呢個係佢嘅架花車啊。好啦，嗱，咁啊，前面嗰個啦啦隊，哦，呢個普通嘅，咁我熄一熄機先啊，等下一架車到。哎呀，錯過咗啊！美國呢個公羊啦啦隊啊，我先嚟換咗個鏡，歪啲嘅鏡係咪大家睇得舒服啲啊？哎呀，好啦，咁啊，而家未到啊，未到下一個花車啊，又熄下機先。好啦，又有一個新嘅團體啊！哦，呢個係日本花式跳繩表演隊啊！
新的花車道啊！咁啊，呢個係 MB 青少年及兒童舞蹈團啊！看來呢都是歪鏡啊比較好一點啊，看多些東西。好啦，嗱呢一度咧就唔好俾佢停啊，繼續後面一群細路仔走緊過嚟啦。好啦，又有新的表演隊過嚟啊！呢個叫做荷蘭奇趣街頭馬戲團啊！
呢個係廣西啊，呢個藏族自治區啊，藏美廣西嘅古樂藝術團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终于啊，到呢个台柱啊，年年有份啊，黄仁万芭蕾舞学校啊！就輪到第二架啦，熄機先嚇。好啦，咁啊，輪到呢個係迪士尼樂園出場啊。
呢個係菲律賓啊，巴科洛德歡樂嘉年華係冇咁啊！呢個好具有呢個好具有呢個南太平洋啊！啊，呢、這個呢、這個土著嘅特色啊！我突然間講唔出咧，嗰、那個叫做科洛克人啊，定咩鬼嘢人啊？咁咧，其實咧呢、這個係叫做係南島呢、這個種族啊！咁啊，屬於包括埋呢個係台灣啦、菲律賓啦、印尼啦。啊，所羅門群島啦，等等啊，呢啲咁嘅喺南太平洋咧呢嘅島國啊，咁啊，先頭嗰個菲律賓嗰個歡樂團咧就好有特色嘅，好有呢個南島文化嘅特色啊。咁啊！而家呢個係美樂咩斯舞蹈工作坊啊！好啦，嗱，跟住呢個咧就係德國星際之光啊！咁其實咧，大家有冇發覺先頭有亦都有一支係荷蘭啦，即係歐洲嘅隊伍咧，佢哋好中意踩高腳橋嘅，即係乜嘢嘅 festival 啊、carnival 啊嗰啲咧，全部都係好中意踩戴面具啦，跟住然之後咧就踩高腳。
唉，嗱，而家趁住咧，另外一隊嚟緊就未嚟到之前咧，套租一下，大家可以睇下，而家少咗幾多人？而家先係正式嘅花車巡遊嘅時間。咁咧，其實而家已經九點幾啦。咁啊，先頭咧就有個遊客就話我老點，即係話我報錯時間啊咁樣。咁啊，佢又話八點啊嘛，咁啊八點啦，結果咧就要成九點鐘咧，啲花車先嚟到啊，就俾啲即係嘉所謂嘅嘉賓睇曬啦，睇咗先啦嚇。咁啊，我哋啲呢個小市民啊，咁啊唯有就係慢慢等啦。咁啊，結果咧就本來先頭就好多人嘅，嗱大家咧而家咧，大家睇到啦，少咗好多人啦，而家好多人都等得唔耐煩啊。咁同埋今晚咧，就發覺咧，就實際上嘅花車啊，只得四架，就比預期中少啊。咁啊，呢個意大利啊，鋼琴上的芭蕾喎。哦，佢後面有個支架嘅。咁啊，後邊咧就跟住啊，哦呢個一芭蕾舞學院啊，哦，後面應該就有另一架花車啊，不過好遠，等間再開機。嗱，咁啊，前邊咧就係香港藝術體操學院啊，咁啊，啲表演者都幾年輕下嘅。跟住再後面又有另一架花車啊！这个后面就优质旅游服务协会，其实就是零售跌零售啊，这个卖广告啊。咁啊，大家喺度有莎莎啦，有太子标、钟标啦、周生生啦、维园堂啦，啊，呢个都是属于呢个半政府的机构啊。
哇，咁多芭蕾舞學院嘅，呢個又 SDM 啊，爵士芭蕾舞學院啊。哇！後面就大堆頭咯，好啦，啊，原來大堆頭嘅係海洋公園喎。哇！竟然有呢個寶萊活喎，玻璃活大家識唔識啊？嚇 ，Beyond 玻璃活，玻璃活咧就係相對於荷里活嚟講嚇，
就是印度的 Hollywood 啊。呢個係客家絲樂團啊！就是西班牙森巴舞樂團啊！啊，呢個有力好多啊，真係。前面呢終於等到我想看那個了，日本女子高校的、舞蹈團、這個在、American Got Talent 那裡呢是拿過獎的，看是是的，不知道是不是。先頭看她的舞步就像，不過不知道是不是、Yeah.
哇！呢個輪到中國西藏自治區啊，文化藝術團啊，昌都市康巴文化藝術團，國家旅遊部啊，跟住再落嚟後面嗰個應該就係巴西嗰啲森巴舞樂團之類啊。哦，叫西班牙金光夢幻舞蹈團啊。又完咗啦，熄一熄機先。跟住呢個就人人熟悉嘅香港賽馬會啊。大家可以睇下周圍啊個環境，而家咧就少咗好多人啦，已經。唉，企到我啊，
腳都直埋啊！好啦，嗱咁啊，同大家咧就分享到呢度啦，今晚啊，咁啊，再我睇下行下，睇下周圍有冇嘢影啦，啊，咁啊，基本上都差唔多啊。哎，嗱，好啦，咁啊，坐咗一陣啊，真係企到我，原來我足足企咗成半四個鐘頭，啊，腳都痛埋啊，而家行路都趌下趌下。咁啊，而家咧，我又同大家即係睇下四周圍環境啦。咁啊，基本上今日其實都幾悶下嘅，講真，冇以前咁多姿多彩啦。我記得係應該最好睇咧，應該2015年嗰屆啊。咁啊，有台灣啊，有其他地方啊，有美國啊，有南美各地啊，即係花車都多啲嘅。咁啊，冇計啦。咁啊，可能今年啊少啲人參加啦。咁啊，都係自己有玩嘅多啊。咁啊，嗱，而家咧我就向住係呢個半島酒店嗰邊行啊。咁啊，大家見到咧，而家啲人咧都散得七七八八噶啦。啊，咁啊，呢個係前邊咧喺中間道嗰個位咧，就係、是。今年啊，呢個花車巡遊都其實年年都係噶啦，呢度就係終點啊。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睇嘅話咧，就記得咧就係6:00就好即係霸位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基本上咧你就企唔入嘅。咁你後邊咧得把聲咯，即係淨係聽到人哋嘅聲咯，就睇唔到啊，即係睇唔到咧嗰、那個巡遊啊，經過啊，嗱咁啊，大家睇下，啊呢度就係終點。啊呢個嗱呢啲咧應該係毛利人啦，係啦，嗱黑色旗。啊哦，唔使，我只不過啱啱行過啫。啊，好啦，咁啊，到而家咧，咁就完啦，成件事啊，咁啊，恭喜發財啊，咁啊，身壯力健啊，龍馬精神啊，啊，基本上就係咁樣啦。咁啊，都冇咩好睇啊！好，今日咧呢個行街又完成啦，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啦！啊，咁啊，唔講咁多啦，多謝大家收看啊，新年快樂，拜拜。